来一把，怎么说来一把？看你现在什么水平。Solo 吗？对。那我肯定可以啊，但是我肯定打不过你啊。我们有。要不这样？没事，现在啊，怎么说？我键盘，他鼠标。你们今天不是已经训练了一天这个了吗？啊，怎么说？来呗。也行。行啊。对，也行。我等我上下游戏。OK。玩什么英雄 ？OK， 没事，我都那个号有你好友，那号有你好友。等会儿玩什么英雄都行。直接那个，直接打字说也行。那卢轩十级爱好者。 不用 Q Q 了一下，没事。2级就学一。好。那啥时候放进来？来打到底，吃药吃药点燃 Q。对 ，OK。这不就赢了吗？这不就？等会儿 E 好了就直接，他只要敢回头看你一眼，你就直接开 E。OK。你这技不对，指示太多了，我的脑子有点转不过来。 来，学艺，没事，也行，没事，没关系。学艺能避吗？能，可以。你打个字，能打字吗？没事，我来补刀，你打字就行。来，发到队伍里去了。啊，没事，算了，他知道了。开 E 推线，开 E 推线。OK。来，开 E 弄他，弄到底。 啊，对，就弄到底，不管，就弄。OK， 准备闪，可以吧？还可以。怎么做？插个眼啊，插眼，插，对。OK， 挂回了今天。OK。打。哦，哎，快打！哎，哦，没事了。这样也行。他直播没蓝，等个E。好的，收到。 赢了，我跟你说赢了，准备好，射他一下 ，Q 他一下 ，Q，OK， OK， 他没蓝了，直接 W 上去，对，点燃，哇，帅，虐他没压力吧？这也太帅了，可以，这不就跟平 A 一样吗？ Q 不，你 Q 就是平 A， 你 Q 就是平 A， 对，你是平 A， 你知道吧 ？OK， 就我们换了，就你平 A 现在要你来 Q。OK， 来了。2级学艺。你没说不能用。Q 了 ，Q 点燃 Q， 对 Q， 对继续 Q， 一直 Q 了，哎 ，Q nice， 好刺激，上去 A Q 他，对。 哎，鼠标别挪走！哎呀，别急 ！OK， 走！等一下！快走！等一下！那就上去补刀吧，没事。OK， 多口小兵，对 ，A 他，点了那个天赋一定要补刀的，补刀能回血。OK， 别急，平时不太。 嘬一口，我来了啊！哎，没事。停一下。哎，别急。我不急。OK。哎呀！我现在心脏里有谁？ 并且绝对不会让我们过期啊！做不到了，他来了，没事，他往前走，你吸他就行。OK， 要不我帮你锁着镜头啊！不要，锁着好一点，锁着好操作一点。OK， 我要晕了。OK， 走，对，你看锁着是不是好操作一点 ？OK， 我帮你锁着吧。等会儿4级直接上去弄他。先吸小猪。OK。这还没四级呢，怎么办？他要还是一样老规矩，去小兵那儿，对，去鸟那儿，对，隔墙，对，哎，哦 ，OK， 然后往后走，开吸，开赖，别，不要被打，这个鸟打我 ，OK， 再去，再过去，去哪里？红的啊，小心啊！是了，打扰了，真出发了，下次我来线下虐你 ，OK， 走了，晚安马卡巴卡 ，OK， 晚安了各位马卡巴卡，拜拜，晚安了各位，拜拜，晚安了各位，你地址再跟他说就行，哎我。 我看到一个很搞笑的弹幕，什么不知道该不该念出来？什么？不，你不念，你念出来吧。对，你偷偷念一下，OK。什么？就是我不是在看你直播吗？啊。然后弹幕说我是盲人主播，能告诉我刚才发生了什么吗？OK， 拜拜。不知道，有点怪怪的，确实有点怪怪的。没有，就在 solo 啊，能干嘛呢？